因为这照片的事儿，张大哥给王大姐说不乐意了。其实也不怪人家王大姐，张大哥说这话吧，多少有点直接。王大姐说了，通过这个呀，就能看出来张大哥是那种很直性的人。这以后要是在一起过日子了，啥事儿他都习惯直来直去的，就很容易忽视对方的感受。而这一点呢，又是王大姐最介意的地方。可是呢，这就是张大哥的性格呀，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改得了的呀。于是呢，接下来我们就给张大哥介绍了家住白城做月嫂的任大姐。哎呀，是不是这儿呢，爷？任荣霞53岁，丧偶，从事月嫂及护理工作，月收入8000元，住房面积42平。眼前这位时髦靓丽的人姨呀，从事月嫂工作，正好赶上这段时间没有外出上户，所以啊，听说我们要给她跟张叔介绍认识之后啊，特意从白城赶到了桃南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你好，你好，这是任荣霞，啊，我是张福军，你好，这个是张福军，张福，好了，走吧，正屋，外边，就先到我那房子看一看，行不行？他没装修，我没装修，这是我的车，就到屋看一看行了，还没装修呢，对。你们俩一直到这儿了，俺妈好远，大人是好远。9月25号交的钥匙，就是回迁楼，那玩意儿没装修呢，想明年春天装修。为了不引起误会，张叔照例也是先领着任姨到自己没装修的房子里看看，简单说明了一下情况之后啊，又带着任姨来到了朋友的房子里，接着坐下来好好聊一聊。我姓张啊，叫张虎军，男就不用说了，对吧？身高1米64，我一看你比我高，体重65公斤。我这为人方面呢，我遵从的原则呢就是，不以一见而争，不以特性而恶，有容乃大，广纳百川，多包容。我是性格比较直爽，刚直不阿，就是不卑不亢。你也说说你的情况，我也听听。就包括你这个，家是哪儿的啊？有没有房子啊？有没有退休工资多少啊？从哪个单位退休啊？当然这是我最关注的了啊，因为你这个咱们是找后半生的伴侣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涉及的，这个衣食足之荣辱，仓廪实之礼仪。首先第一条，你得衣食能足够。这个物质文明得先解决，然后才能谈精神上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吃不上穿不上的，你还谈啥呀？对不对？没有工作也没有单位，净这些年净自己打工，这心里也是个老苦吧，挺较真儿个人，因为跟这样人过日子我累了。对于张叔的说话方式，显然任姨有点不太高兴了，回答的也简单直接，多一句解释也没有。眼看着气氛有点尴尬，我们的红娘决定聊聊任姨的工作，缓解一下气氛。开始我是自己家开手机店的，然后我看手机市场饱和了，也不挣钱了，然后学的那个月嫂。这伺候月子这个也是啥？夜里是不是有的时候不睡好？就是啊。这玩意儿就是熬夜，所以他工资高吗？他可能一月10000多吧，是不是？你不等，有8000的，有10000的，还有13000。那你后期也那个，现在就是是全民交社保，你自己也没买？没有，没交。不太合适，是不是啊？你明显不合适嘛，是不是？哪儿不合适？你看他没有退休金，我怎么跟他怎么能生活一起啊？对不对？我能养起得了吗？对于任姨没有退休金这事儿啊，张叔表示不能接受，但红娘觉着毕竟现在任姨有工作有收入，也不能因为没有退休金就干脆别的什么都不看了，所以啊，红娘这边决定帮着张叔单独跟任姨唠唠，看看他是否有着其他的打算。就是允许我要如果说干点啥，咱也不能给他吃闲饭呢，再说了这50左右事儿，我感觉养老还有点早。你有没有想过说自己等到干不动那天这个怎么办呢？这个怎么说呢，
我好像我自己管得我自己好像足够了吧。其实听得出来呀，任姨虽然没有退休金，但也是为了自己将来做好打算的。红娘随后也把这一点跟张叔表达了。思考了一下，张叔表示可以呀，再了解了解。你自己说说你现在孩子是什么情况啊？现在比如姐妹结婚呢，房子有没有，在哪儿啊？说过了，结婚了。结婚了。我给孩子买的是120平的楼，完然后也花了几十万。反正给他结完婚以后一下就回头解放前了，然后自己就重新拼。要说啊，任姨也是个苦命的人啊。儿子6岁那年，丈夫因车祸去世，留下了他们孤儿寡母，辛辛苦苦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呀，本就不容易，更别提呀又帮儿子买房子娶媳妇儿了。我打算干到60岁。没事，一年干半年活的话也行啊，还有休息时间。已经开春，夏天也不打算结婚了，夏天就是伺候伺候，就是当地，咱们不用离家，当地有那个就是重症那个患者，瘫痪老人了，大小便失禁的了。原来最早我也学特护了，专门护理老人特护。这样也挺辛苦，比那婴儿强多了。伺候老人只不过就是这个他大小便这块麻烦一点，给他处理了，或者有的时候大便啥弄的耳屎大粑粑腻啥的，这个有点，但是弄完了就拉倒。但是我心不脏，我这活能干，你看我平时干的，但是我心不脏。看得出来啊，任姨是个要强的人，别管苦活脏活累活，是啥活都能干。而这一点显然也比较打动张叔。在了解完任姨的基本情况后啊，主动提出了加微信。如果你要觉得我咱们还可以继续谈下去的话，咱俩可以加个微信。这不违心你们规则吧？啊，你愿不愿意？以后再说。行。显然对于张叔提出的加微信，任姨犹豫了。之所以犹豫，主要还是因为张叔给任姨留下的古板印象，让她觉得两个人日后不一定能合得来。既然想成家了，我后半生就不想活得这么累。那如果说跟他活的跟他在一起过日子就这么累这么拘束，那何必要成家呢？我不喜欢的说成天我对着一个老古板跟我板着脸了，就像那个到哪个单位上下级似的，多累呀。你本身我干这行我就是看人脸吃饭的，所以说这张脸我已经都看够了。你就问他坐着的话就走了，我说要不加个微信什么的，他也没表态就走了。那你还谈什么谈，有啥谈的，对不对？两个人的不欢而散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，但对于他们各自的担心我们也能理解。所以啊，我们也只好祝愿任姨能够早日找到让她依靠的肩膀，而张叔也可以遇到那个懂她的知心爱人。看了这个结局啊，还真是挺替张大哥遗憾的。今天跟张大哥相亲的这两个大姐呢，跟我们说了一个共同的感受，就是觉得张大哥有一点古板，啥事儿呢都丁是丁卯是卯的，就怕以后跟他在一起过日子呀会很累。其实啊，我们也特别想跟大哥说，是在家里啊，有的时候还真就没法做到丁是丁卯是卯的，因为在家里讲不了理，只能讲情。所以呢，我们也真心希望张大哥能找到一个跟他互补的，能理解他的另外一半。